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答疑爆爆炸讲堂，我们是由五个医生组成的自媒体，我是主持人小火。今天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许多女生在小便后要用纸巾擦拭呢？这样做对不对呢？在评论区回复纸巾，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纸巾的那些事儿。许多女性在小便之后要用纸巾擦拭，这是非常常见的，也是有必要的。多数女性之所以在小便后要用纸巾擦拭，是为了不让残留的小便沾湿内裤，以至于出现不舒服的感觉。其实啊，这只是一种原因，小便后用纸巾擦拭对于女性的私处健康也非常有好处。小便后用纸巾擦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一、擦拭的方向也要注意。女性在用纸巾擦拭小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擦拭的方向，那就是从前往后擦。因为从后往前擦会将肛门处的脏东西带到女性的阴道口和尿道，所以在擦拭的时候一定要从前往后擦，不管是大便还是小便。二、尽量不要使用湿巾。许多女性认为湿巾啊会擦拭得更加干净，其实擦拭大便的时候可以使用湿巾，确实会比较干净，但是在擦拭小便的时候就不用了，因为它会破坏阴道的酸碱平衡，影响阴道的健康。三、选择纸非常重要。女生在进行小便之后用纸擦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生产质量比较好、正规厂家生产的纸巾，因为如果纸巾的质量比较劣质，本身上面就会残留细菌，这样直接接触女性的私处，影响女性私处健康，并且质量不好的纸巾也会非常的硬和不光滑柔软，女性的使用感受也不会很好。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可以关注我，或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们医生每天下班后集中一个时间和大家在评论区交流关于纸巾的那些事儿。